区，就爱甲存一个嘉义之音，嘉义之音 FM 的91.3 ，FM 的91.3，中昼时12点到1点一旁，大台北地区、台北市甲新北市拢会当听一中华电台，中华台 AM1026。AM 的1026，咱乡亲是大，也是讲有熟悉的吼，啊，即朋友住伫大台北地区，台北市、新北市拢甲听中华台 AM 1026，吼，我那帮地中宣传一下吼，这是几个月前才开始来接通。啊，咱暗头啊7点到8点，伫我的故乡台南地区詹文溪电台，吼，你甲听詹文溪 FM 的89.9。暗时7点到8点，甲听詹文溪台南地区 FM 的89.9。对早时拼甲暝时吼，咱这绝对无放松无放弃，一边一国台湾主体声音袂当消失。啊，逐天听咱的节目，除了陪伴你的生活，互你有快乐的心情、希望的人生，咱也要拍拼一个吼，有愿望的，这是咱共同的未来。来，今仔是2016年10月13礼拜四的时间，那算古历是9月13。到今仔日为止，咱大家所关心陈总统啊、毕总统受到政治迫害、政治案件、政治来政治去啦，哦，政治案件、政治处理，多2878天，足足是2878天哦。冤枉还未洗清，公道还未平反，在这个平反之路顶端，行过风雨，是不是有法度望青天？我唔知影。郭耀基部长的一本书吼，行过风雨望青天，但是郭部长当总统哦，因为这些乌罗，当时才有法度真正来终结吼，终结啊来结束，会当真正行过风雨。来这个看见青天，需要咱大家做伙拍拼。来，咱今仔这个节目就马上要来开始。咱的主题音乐《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进行曲》哦，地中先甲演奏。用心时段唔通转台，啉一嘴茶，马上登来咱的现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台湾向后，一边进步。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向后，一边进步。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向后，一边进步。多谢咱全国的乡亲士大，即卖是咱一边一国的节目，哦，即卖正式开始。伫今仔日的这个时间内底，哦，其中特别我要来读一篇文章，这是伫两公前自由时报自由广场，啊，这个由着即卖是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的这个副研究员陈怡生吼，啊，这个陈博士、陈教授，伊所来写的一篇文章，标题足清楚，唔通袂记起阿扁总统的贡献，不要忘记阿扁的贡献哦。这个陈副研究员伊来写这篇文章，这个背景之中我未成功。有一个较特殊的这个因素在这哦，你来写文章来声援陈总统真多，哦，来相关的言论来为陈总统抱不平来讲话，无论你讲案件、讲司法、讲这个八年之前的政策真多。但是这个陈医生研究员过去，伊这个对着阿扁总统是有寡意见。哦，过去啊，这陈医生哦啊，这个研究员有意见，但是在这篇文章内底，顶有嘛是一个平反阿扁总统，可能当年有误会，当年有一挂这个受到误解，一挂错误的消息来影响到伊的判断思考，这知识分子嘛，哦，知识分子，中央研究院、中研院的这个学者，哦，这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今仔日一写一篇文章出来公开，你这个自由时报这全国性、全国拢看得到，伊来为阿扁总统来平反这个代志的时阵，我感觉讲这是足特别的意义伫遮，哦，代表讲咱台湾社会实在爱行阿扁总统一个公道。来，这篇文章啊，无足长吼，但是实在每一字拢重点。其中我来吼，有那分享给大家啊！我相信可能真侪咱听众吼，无看到这篇啦吼，因为总啊，遐也毋是这里头版吼，啊这头前，伊是安尼写标题，毋通袂记起阿扁总统的贡献。去年台北市长郭文德上任了无外久，伊用医生专业的立场主张讲来抢救阿扁总统的基地。抢救阿扁总统的基地，所以了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今仔日台北市市立的这个文献馆公开招标来制作一个陈水扁先生口述的历史的这个访谈，口述历史的这个访谈，哦，就是啊，陈总统来讲，哦，啊，由着专家学者来记录，来做一个历史记录，啊。我本身有这个荣幸，啊，来代表着潘敏敏文教基金会来这个德标签约，来负责制作这个陈总统的口述历史的这个访谈。今年的热天，文献馆来问这个中国，对着陈总统来做这个口头访问，是不是违反着包括就医吼啊这规定问题等等？中国讲这个是会当同意吼，无什么问题。所以对于今年的这个7月底7月30日开始，我这个小组每礼拜六都来到高雄，在陈总统的住所来给他做这个口述、哦、口述的历史、哦、口述历史做清理，前后是10次的这个访问、哦、连续10个礼拜10次的访问，将近要20万字，现在开始要来做整理、编辑、修订啊，包括最后要来出版的这个事情、哦、这是第一段，表示已经对陈总统来做一个口述的这个历史、口述历史。坦白讲，台北市长陈水扁伊的这个非常这个优秀、哦、大家拢肯定这个政绩，一定会当来建立到伊的历史地位。陈市长来出生到吼啊，促成啊，这个台湾第一件 BOT 台北一控运，和这个政府来摕到206亿新台币的管理金，而且摕来做这个中美快速道路加信义北二高信义支线信义快速道路，非常具体来改变到政府是这种。瓜树啦，迄、那个衙门啊，迄种的观念，包括着户政事务所、地政事务所、区公所的这种的
服务的改变，柜台甲降低啦，即摆落咪咪啊笑来甲你奉茶，摕报纸互你看。但是要完成着接运的目沙线，下即种的抢救本来是爱讲掉。公车的即个专用道，推动即个垃圾不落地哦，垃圾不落地，和即个规个街路做做清洁。骑奥多麦，就爱来戴安全帽啊！哦，即摆大家拢习惯啦，拢有即个观念，安全观念。台北市开始，即摆全国拢同款，全国拢同款，骑奥多麦爱戴安全帽，减少着足侪即种的思想。每一项拢来应用着今仔日，而且和台北市正做，迄是英文的亚洲的周刊，所来全世界来比啦，亚洲上适合人。来这个大的这个城市的排名，对过去国民党的党派市，这个官派市长第十名以外，进步到第五名，阿比总统咧做到第五名，台北市是亚洲第五名，一直到这个1998年下任迄当，进步到规个亚洲第二名的这种的好成绩，好、哦，这第二段你来讲。但总统伫台北市长入来，哦，伊个即个有哪个贡献，哦，伊个成绩。过来讲到陈水扁伫即个立委个入来，国会入来，个人认为讲伊上重要贡献是来做国防委员会个召集委员，期间推动着军队国家化、军政军令一元化，哦，即、這个一元化啊。就是讲来这个吼，甲军政军令系统甲统一起来，包括政治的单位法治化，这拢足重要吼、哦。这个军队国家化、军政军令一元化、政治单位法治化，等于是拍开着外来政权的这个黑盒子。陈良基教授讲，台湾已经演进做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真少人知影讲是安怎来演进、安怎来进步。陈水扁总统迄当时，陈水扁伫委员内来显示讲，就是爱透过着选举入去体制内底来取得迄个发言的位置，有法度发声，甲袂当质询的变做会当质询，甲本来是你伫问一解，伊答一解，你问一解回答一解，即摆咱家争取变而做一问一答啦。你问一个问题，官员来回答一个问题。立委即阵一样问题，官员爱回答一个问题，包括对行政院长嘛同款，予伊完全袂当得病，袂当走向，好、哦，即、這个一问一答是陈总统做立委争出来，最后是台湾人家己来做总统政党轮替，会当决定着讲部长、参谋总长、政治首长而且人选，完全来即个甲咱即个法治。诶，这种的观念做一个建立，这是第三段吼、哦，来讲到陈总统对第二段讲的市长的任来来个讲国会，当然国会是搁较早吼，啊，拢有来论述着这个啊，比总统你不敢阶段做市长、做国会议员，伊的这种的贡献重点吼、哦，当然不止只个重点的所在。来最后一段咧讲，你总统八年的任来。咱大家所关心，哦，咱所来重视是讲，我是讲就职演说，讲这个四不一没有是安怎形成？另外的这个经贸，哦，这个贸易，哦，经济贸易的关系是安怎叫做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哦，这是安怎来的？特殊对听见到尾啊，安尼的规个国会反对，必须要继续去，有啥物不得已的扩张？在那裡一直到陳總統說這個心心念念念之在之的這個公道法，為什麼去讓國民黨怎麼舞弊鳥籠公投啦，都是我們這次的口述的歷史來訪談啊，比總統說得很清楚、哦、雖然拖在病體實在對到啊，比總統、哦、啊，這病情在心哦啊，但是我那是在完成这个口述历史，甚至对着最近在讲不懂东山那年金改革，但总统嘛提出讲，这个政治问题不是单用法律手段好度解决，
虽然这次咱无讲司法官司的部分，无讲乌罗内底吼这个部分，嘛无讲不外就一定定吼，伊实在范围太大，讲袂了。但是已经就事论事来讲到陈总统非常丰富的这政治经验、精彩的这个从政的过程，做公职对立委到市长到总统的相关的经验，这是非常宝贵台湾的这个历史的一部分。嘛，提供哦，咱在做口述历史哦，历史学家啊，非常一定的所有全台湾人民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理解的一个角度。这篇文章是两天前刊在这个自由时报自由公调，唔通袂记起阿扁总统的贡言。这个作者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哦，近代史哦，的这个副研究员陈医生。哦，但博士也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我讲做特别过去，伊是出来有那骂过陈总统，批评陈总统。哦，伊当时咧啊，做红衫军啊，顶顶规个咧哪样咧犯迄阵，但是伊即摆让陈总统访谈过，来理解这一挂过程，来理解着规个历史的规个演变，伊即个写这篇文章代表性，真正有代表性。哦，对一个可能来反对陈总统，但是伊即摆来完全了解了，来写文章来为阿扁总统的平反。哦，所以不要忘记阿扁总统、阿扁总统的贡献。这嘛是咱一边一国的节目，咱为什么逐天咧发声？八年之前就爱重见天日，八年之前有真济足好的贡献。我嘛一再强调吼，地中一再强调，历史是延续的，吼政治包括执政嘛是延续的。马英九八年做甲做烂，来这个有那对着台湾伤害足大，但是迄、那个，可是这个负面的效应嘛是延续的呢。蔡英文总统嘛必须爱延续着，伊即摆伊做了唔好嘛是延续落来呢，咱嘛是爱承担呢。但总统的八年执政。做了真好的成绩，这爱延续落来，爱传承落来。相关一挂经验，一挂过程，会当做参考，吼、哦，会当做参考。我讲个总统嘛爱交接啦，总统嘛爱交接，包括对着下任总统、现主席、现任总统来请教下任总统，互相交接、互相交，这足重要啦。我讲嘛是安尼呢，唔是讲啊这啊一人做四年、做八年，啊完全是切割掉，完全是割裂。那安尼对着啊，规个咱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的迄个经验的传承是足可惜的代志。哦啊，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口述的历史？因为陈总统即卖演主席，伊这个这个有那病体、病情的这种的问题里只，伊无可能搁硬笔来写，实在也无法度，也无法度有迄种的精神体力搁硬笔写这個。哦，迄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伊伫藏伫头壳中的头壳内，伊伫伊的这个头壳内的这些物件、这些经验，必须咱这个吼，爱、用口述历史来做一个记录。袂当怎安尼？你若无甲记录落来的时阵，社会无法度了解嘛，后代无法度了解啊。咱即卖这个时代无法度了解，这规个过程，吼、哦、啊，这个足可惜的代志。所以咱也期待讲，这个台北市文献馆吼，即有来感谢柯P吼，感谢郭市长，伊特别来想着讲爱来抢救阿扁总统的弟弟啦。哦，我也知影讲国史馆、国史馆的部分吼，伊即啊，佮针对着贝尼总统的人来做一个重点。哦，因为这个台北市文献会，伊是对陈总统对立委到市长，哦，当然总统即阵也拢有讲着。但是国史馆伊即卖要做口述历史，哦，这个李前总统伊也出过，哦，这个吕秀莲前副总统伊的这个口述历史也完成，即卖阁欠缺的是陈总统一部分，哦，这马英九的部分我唔知影，哦，实在伊这八年是对台湾是灾难啦，哦，我唔知伊的口述历史要怎写啦，啊，陈总统一部分特地来保存，哦，这来做一个。有哪予咱大家做参考，所以期待讲这个陈医生研究员陈博士因这部分小组会当先完成，哦，啊来国史馆的部分
啊，这为着陈总统八年之前啊，留一个正式吼，哦、这个历史的记录。来，咱即卖先讲到这哦，进一个广告。咱个工商服务的内容，用真是大力个参考吼、哦。啊，咱即个三分钟，那对着咱个产品啊，无了解所在啊，要订回注文。最近有那成绩无好吼、哦，成绩是无好啊，咱即、這个。啊，我那要甲咱的节目高管一个拜托吼、哦，你甲卡转线，0776180055，0776180055，啊，包括着这个阿母的目屎，这个政治人遗书的这个音乐会是要向着阿扁总统来致敬，向陈总统来致敬，啊，这音乐会相关的资讯，吼、哦，你嘛会当甲卡一个转线来甲伊做一个吼、哦、理解，吼、哦、做一个了解。来先进一个广告，但是马上回来现场，等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志忠。在这个广告的时间，志忠同样要来推荐实实在在会当安心的优良产品：正成 Q10、正成深海鱼油、新鲜地鸡精、和平牛樟脂，加一瓶一个乌蒙尼，拢是志忠真用心。针对即卖做者乡亲时代比较较欠缺又搁重要的营养素来研究，特别开发甲挑选的产品，亲像 Q10， 就是咱身体内底非常重要的元素，需要额外搁来补充。伫国外已经做实行，咱的正成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而且毋是单 Q10 尔，还搁独家添加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维生素 C。是咱一瓶一国爱台湾才有，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2800块。啊，佮有大家拢知影的深海鱼油，有丰富的 omega 3、EPA 佮 DHA， 真侪人佮爱拜托朋友对国外炸转来，因为深海鱼油是用深海的鱼去制作，海水的水质足重要。咱的正成深海鱼油原料特别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挪威已经是要接近迄个北极的国家，迄边的污染较少，海水的水质清气，所来制作的深海鱼油品质当然是无话讲。一罐食两个月份是2200块。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地中一再来强调，咱的和平牛樟脂是用脂实体，就是规粒完整的牛樟脂去制作，甲一般市面上用细菌培养的菌实体无共款。而且咱甲行政与农委会技术合作，这是有国家级的品质甲保障。一罐同款食两个月3500块。以上三项的产品只要来注文，每一罐阁送你一点的点数，一满六点就加送你一罐，平均测落来会当省几啊百块以上。每个月只要开1200块，每一工10几块，就会当照顾咱的健康，非常舒适。新鲜地鸡精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技术，会当常温来保存，也会当温炉烧，而且无掺糖、无掺盐，是原汁原味。用规只鸡仔落去滴的新鲜地鸡精，一组30包，5400块。最后是咱一瓶一个乌蒙尼，用台湾在地生产上青的乌蒙尼制作，独家添加着红枣枸杞乌摩，是上好的天然的饮料，有乌摩的香味，搁啉袂到会当人咽而闭瓶。有丰富的价值的欧盟呢，一箱24罐，价温金只要1450，一届买两箱，阁俗100，只要2800块。接卡联络服务电话0776180055，拢有专人服务接听，拜托听众朋友做伙收听，感谢。多谢咱全国的乡亲时代吼，即卖继续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节目。工商服务的热线，工商服务的专线，请你来卡一支号码，有哪会当先甲写起来？哦，不止咱广播的一点钟哦，对早时9点到暗时的6点，哦，拢会当甲卡。0776180055，0776180055，吼。来，即卖刷落，伊哩这一两天，吼，我看即个包括民视。啊，这个平教授、平文正教授的节目，你看伊个包括像啊，因个南洋的来宾吼，啊，胡宗宪吼，啊是讲遐周玉科遐，因为当时啊，拢一直会讲一个论点啦吼，一个论述，
哦，那变咧讲着讲对着陈总统，就爱政治解决、政治处理，哦，就爱来即个特赦吼。啊，蔡英文总统哦，要求蔡总统来即、這个吼、哦、用特赦啊，政治的特赦来吼，和、哦、即、這个当讲即个法律无公平所在做一个矫正。因一直咧讲着美国的一个例，哦，我特别者我要引用着咱的。啊，尤英龙教授，哦，咱的节目嘛，捌甲做连续过，哦，即个是东吴大学政治的教授，嘛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吼，即摆拢咧做专业的民调，即、這个尤英龙教授，尤教授伫伊的脸书伊有一段即个文字，之中感觉讲非常有道理，一定爱提出来甲大家报告。尤教授是安尼讲吼，尤英龙教授，伊讲关于着美国总统迄、那个福特，迄当时特赦即个尼克森。最近变作一挂政论节目咧讲的一个议题，即嘛牵涉到台湾对着陈总统即、這个，因为受到吼政治迫甲要特赦即个问题，啊政论节目咧讲，但是有一个所在，一挂所谓讲的做名嘴啦，因讲的代志话是对的，但话是唔对的，话是过度去甲伊夸张。尤英龙教授伊特别提出三点的即个见解。因为尤教授本身是美国的政治学博士，所以伊讲的哦，咱会当做参考。啊，那遐名嘴哦，对着美国历史、美国政治是安怎研究的哦，我也不便批评啦吼。迄、哦、话拢讲博士博的，啊，即、这个天顶也知影，地上也知影，军事、国防、外交、啦、经济、内政哦，啊，即、这个所有文化、艺术、教育，伊拢知影。啊，到底有真正较牛吗？来，尤英龙教授安尼讲。伊讲即个美国过去即个福特总统来特赦即个尼克森，来提出着伊讲所谓讲伊的即个民意啦、民调怎落来，但是福特的总统的声望平均阁有47%呢，47%有那是比马英九的9%，哦，加尾安尼5-6倍，哦，即摆那叫像台湾指标咧做。讲即卖蔡总统是才38%、39%啦吼，所以当时福特伊个有47%，是有哪算袂歹吼，比卡特、比杜鲁门这种较悬。第二有人咧讲，讲即个福特尾啊，伫1976年来要竞选美国总统吼、哦、失败，是因为来特赦尼克森，其实这毋对哦，因为即个尼克森是1974年。伊本身水门案，哦，去甲人违法监听，就像马英九来黄世明安尼嘛，去甲违法监听。所以尼克森来失职落台，即、這个福特来继续一村，村落来两党的任期。啊，所以到1976、1976年，福特要来连任的时阵，伊失败，伊输哦，另外民主党的卡特。有人讲是因为特赦尼克森抓失败，其实完全不是安尼。哦，伊的失败是因为迄当时，即、這个美国的经济，吼、哦、表现无好，而且佫因为啊越战，哦美国无去越南，哦咧小战失败，所以原因人特赦无牵连，而且哩选举的结果，福特加苏卡特两个百分点，哦煞输2%啦，哦输2%，以美国迄个人口遮侪输2%是，算有那是吼足小的差距。而且这个福特在共和党内底的初选是打败这个雷根的，哦，雷根不也是美国人做怀念的一个总统哦，伊是不也去做拜登啊？所以当时党内是福特去赢雷根的，这表示什么？当时党内多数是支持这个福特啦。你若讲福特来特赦尼克森，哦，大家拢安尼无支持啦，拢干嘛啦？安怎？啊，他有可能党内初选去赢。最后一点。做重要。你过两年以后，即、這个包括着哦，美国国会也好，爱德华甘乃迪哦，即参议员特别来颁一个奖哦，即、這个福特总统公开来甲肯定讲，迄当时伊做一个非常困难的政治决定，这就亲像科比来和萧小林老师来负责共款政治决定嘛，只是讲这是一个教书的案，这是贵的。前美国总统哦，啊，这是有哪不止啊重要代志，来特赦尼克森哦。当然，尼克森伊本身你讲违法监听这袂使，但是甲特赦，
这对着美国历史是一个正确决定。片面了美国社会分裂，片面了美国的政治，无共政党、民主党、共和党、共和党、民主党咧对抗。福特的这个决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即个所谓讲名嘴，伊拢因立场啦，吼、哦、啊，为当然是选择性、选择性去应用一寡资料，哦，而且为失意正义，哦，该讲伊唔讲，啊唔对的，伊个找他妈讲，即为当然是误导咱的观众咧，甚至伫讲迄个节目内底咧参加会的来宾，伊对着美国历史、美国政治也无啥了解的时阵，我就讲好，啊人讲啊大声。讲伊个福特就是因为迪夏尼克森怎连任失败啊？安尼个时阵煞怎嘴夹夹唔敢讲话啦？姚英龙教授特别甲这段点出来啦。这正博士呢，政治学个教授，政治学个博士，尤其是伫美国个博士，伊咧讲个是上有道理嘛。对着这段伊真个上了解，伊个连任失败是经济表现无好呢，是因为越战个牵连呢，让迪夏有啥物牵连啊？所以你用福特来迪夏尼克森讲个这民意怎歹去啦，民调怎烂啦，未输咧恐吓着讲啊，蔡政府就未当政治迪夏，来反对讲蔡英文总统政治迪夏，这咱内行诶一看就知影啦。最后一段，尤英龙教授讲，阿比总统毋是尼克森，我确定。为什么啊？用真实段，因为尼克森是违法共监听，迄是。做明艳的代志，这亲像黄世明、那马英九两个共犯，去甲人违法监听嘛，这未坐是你。但是阿扁总统这是政治迫害，这不假。哦，所以阿扁总统不是尼克森，我会当确定。哦，尤英龙教授哦，一下，所以讲尤英龙教授讲我会当确定。但是蔡英文总统是不是福特总统？哦，啊，这咱就唔知影吼、哦，因为毕竟这是啊两个哦不同的背景啊所来发生。但是咱会当来理解的是讲，政治决定哦，尤其总统的职权，政治决定哦，这本身就是一个过度的政治性啦。政治性一定有伊的争议哦，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正面，有人负面哦。你遐，你讲遐通派，遐哪样的，遐中字头的媒体，你要讲甲讲好，伊会当安尼欢喜甘愿啦，会当欢喜，无可能的。你就除了讲你放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接受一个中国，哦，接受这个中国台湾省，有可能伊就甲你拍破啊，伊甲你恶了嘛。但是问题咱袂当安尼做，这违背咱的价值、咱的良心、咱的主张啊。好、哦，啊那唔是的时阵，蔡总统继续讲，伊是眼中，伊是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包括着讲咱无屈服中国压力，因这通牌就袂得啦嘛。阿比总统是爱国英员啦。本来人伊嘛无冤仇啊，但总统的国会员足简单啊，你两千党甲政党轮替推翻国民党，伊这就结死冤啊嘛。啊，伊想讲啊，两千党是连战宋初如分裂，阁想忍耐一下，吼、哦，经过四年，两千空四年甲验得啊。所以阵连宋和国清，国清配连宋和，迄当时民调是赢咱25%呢。连宋配的时阵，两千空四党。打推出的时阵，民调赢陈总统25%，但是咱最后逆转胜，哦，咱最后伫全国，哦，2万几票、3万票，咱个逆转胜，哦，一对一的选举，历史性第一届嘛，一对一的选举，咱这个我那赢国民党，这个连创配啊，啊，所以这个你看2004年后壁开始乱了嘛，开始讲要验票啦，讲要做选票，这拢有啥物做票？哦，啊，拢互因检验了，拢无问题。开始就用所谓讲用这个司法做手段，配合伊当时的这个哦陈瑞仁啊查案中心尾啊特侦组安尼规个吼红纱军安尼，这后壁拢后壁的代志。所以伊这个册啊，陈总统足简单，一个是你甲国民党对话，政党轮替，互因这个啊本来吼党口探国口安尼就又洗洗，啊结果你甲阻挡。哦，你动着人的这个资财嘛，动着人的财路嘛，伊绝对给你报复啊！啊，第二就是你主张一边一国的，你这台独的，你这徛民的，你这个就对着北京来讲，伊给你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嘛！哦，这绝对是得失伊的啦！
哦啊，所以这两个理由足简单，你都挡着人的这个钱财，人的这个趁钱的管道啊。人是挡口趁国库的，你看是个总统啦、新玉台的百几亿、一两百亿的财产呢。你讲挡这個，啊你煞未去予人报复，啊你搁主张台独，主张一兵一国，哦，所以绝对你看尾下的代志，搁到今仔日，到今仔学落就是安尼产生吼。所以我特别来用刘云龙老师的这篇吼啊脸书的文章，和大家来理解讲美国啊，这个伊当时福特总统迪士尼克森哦，并无因为安尼什么抓这个连任失败，哦，迄是因为经济因素，因为越战的因素啊，所以有一寡只的吼啊，所谓讲民嘴啦，哦，讲伊种做大行的做捌的，但是刁工用这种错误的资料来误导、误导着咱全台湾的民众，我感觉迄种的心态是非常的可恶。哦，当然有伊立场，我知影，哦，我知影因咧反对嘛，哦，因咧阻挡嘛，因作惊的嘛，哦，但是伊这种的资料是错误，特别来提出，有哪做一个啊说明、澄清吼，哦，全国听众了解。来，咱即摆先进一个工商服务啊，一个0776180075。服务专线吼，你会当甲卡去做了解，包括着咱的啊工商的产品，包括着咱这个音乐会阿母的目屎哦，这是郑医师、郑地仁医师吼、郑志仁医师吼啊，这个说古班要来甲陈总统致敬，来先甲听一下。现在是广告的时间，感谢乡亲时代对着咱一边一国爱台湾这个节目，啊，各有产品的支持甲鼓励，各专程打电话入来娱乐，和弟兄做感动嘛做安慰，这代表咱的用心甲坚持品质的理念，并无做白工。市面上的产品非常的多，但是一般人是看唔捌、查无怎，爱内行的才知影好还是歹，尤其是要食入去巴肚内底，上重要是着原料的品质。加以添加的成分，会当讲是一分钱一分货。咱的一边一国乌木耳，用台湾在地生产的乌木耳，佮添加红枣、枸杞、甲乌麻，拢是用天然的原料来制作，互你看会到、食会到。有一挂外面咧卖，为着拼价格，拢是用人工也是化学的烹料，白白添加这个红枣，为添加的结果毋是真正的红枣，不过是红枣的这个烹料尔。成本当然差天甲地，就算做工卖了较俗，但是食咧袂安心，所以听众朋友若要买，目睭就爱白学金。人民这种天然原料的制作，经过 ISO 食品的认证，无添加防腐剂、甲化学烹料的一瓶一国乌木耳，一箱24罐，加运金是1450，一概买两箱只要2800块。咱的好朋友张子。是甲行政与农委会来合作，真正用牛樟脂的脂饲体，规粒的牛樟脂落去制作，甲一般打是用培养的细菌去做的菌饲体差足济。一个原料是规粒的牛樟脂，一个只是细菌的菌丝，安尼讲大家应该真清楚。正港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一罐才2个月3500块。正常深海鱼油原料对北欧国民所得上悬的挪威来进口，不是一般的鱼油，有丰富的 EPA 加 DHA， 吃2个月2200块，品质一等一的正常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独家添加着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维生素 E 这些成分，吃一罐抵5罐，同款是吃2个月2800块。佮特别送检验，会当安心长期来服用。平均测一个月只要1000块尔，就会当照顾咱的健康，补充身体的这个营养。最后是咱用几只鸡仔落去滴个新鲜滴鸡精，这個、口味就亲像古早做者咱阿公阿嬷，但伫买鸡仔倒来伫灶卡内底滴个同款，芳醇佮好啉，大人囡仔拢合用的这个补充品。一盒30包5400块，以上5项的产品效果拢无同，优良佮有保障。拜托永庆时代大大来支持，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感谢。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吼，啊，继续倒来咱一边一国
爱台湾，啊，咱这个节目的这个现场，来说嘞，因为咱这个音乐会吼，啊，是要向着陈总统致敬这个音乐会，啊，伊要来公开来演奏这个是阿母的目屎，哦，啊，这是陈总统的俄罗当中伊所写的这个歌词，我也是由着黄明哲老师伊来作曲，哦，这首阿母的目屎，用心是大，我相信。啊、大家不得个捌听过吼，阿母的目屎。啊，你这一两天有真济咱的听众乡亲有那卡电话来，包括服务的专线、服务平台以及着地中的服务处，靠地中的反映讲，是毋是这条歌来伫空中放吼、哦，来这个放一届吼大家听。所以今仔我特别准备吼、哦，咱来吹自由的风听台湾歌。阿母的目屎，这个歌词我先读一届，后、哦、来我就来。演奏这条，想起细汉的时，哦，想起阮细汉的时，阿母派阮去田横啊，这个吼、哦、啊，捡番薯，先好低价，有春哥换冰机，哦啊，嗲米欠数写伫壁门边，亲像阿母教阮啊咧学捌字安尼，哦，这是第一段。想起阮大汉的时，阿母看病无钱问东西，只有勤俭读册抢头期，为着台湾了对政治去，唔甘阿母规暝目屎滴。阿母啊，阿母，你着唔通好啊！这个我人离家清洗便所无代志。你爱用行，等我平安倒转去。叫你一声，我比啥人更加爱你。叫你一声，我比啥人更加爱你。我比啥物人更爱你，吼、哦，较爱你安尼。这个所写的对象其实就是我的阿嬷，吼、哦，因为我的老爸迄当时伫人里学了当中，我的阿嬷即卖89岁。吼、哦，迄当时吼，几当前，我那是年岁足悬，啊，逐天是目屎流目屎滴，吼、哦，烦恼后生，我那是无法度，你食袂落，困袂好嘛，吼、哦，你一个后生好好人安尼，连自家规身躯病，啊，搁人伫乌龙当中，吼、哦，一个做母亲的心情，我相信乡亲是大，啊，你也当体会啦，吼、哦，迄、那个，所以这条歌阿母的目屎。是主要的一个描写，哦，就是我的爸爸伊伫俄罗当中啊，对着家己的母亲的这种的烦恼，希望讲透过这条歌啊，表达伊的心境，啊，互我的阿嬷啦听到，会当安尼小夸啊，快当唔免较烦恼，吼、哦，较灵烦恼啊，这种的迄个心情，吼、哦，迄、那个老母人后生之间，迄、那个母子的感情。啊，表达就是在做无奈了，伊在暗无天日、不见天日的乌龙当中，哦，迄种的感受。来，所以这个20月30号礼拜日下晡，诶，这个音乐会下晡3点，高雄市文化中心吼，至善厅啊，这个年代售票，哦，你也当那后面订票订订年代售票，哦，那不了解你搞问迄个服务平台0776180705。即卖地中来放一条歌吼，阿母的目屎吼，就是由着陈总统来这个做歌词，啊，由着王明哲伊来这个谱曲吼，啊，一条歌，即卖地中吼演奏吼，尤其是大咱个听一下吼，我来当感受迄个心情。
母爱阮凄惨，叫喊之幸福在这有春的画面记，鼎杯欠烧写在饼门边，那像阿母甲阮阿爸离，想起我大汉的时，阿母看爸无钱，问担惊，只有勤俭读册手头紧，为着台湾了对政治去，不甘阿母几暝目屎滴，穿西便所无代志，你爱用剑等我平安倒转去。大汉的时，阿母看爸无钱，问担惊，只有勤俭读册手头紧，为着台湾了对政治去，不甘阿母几暝目屎滴，穿西便所无代志。以上这条歌曲吼，阿母的目屎，这是陈总统在学堂当中哦，阿所来一个做歌词吼。你这次10月30号这个音乐会啊，郑志仁医师啊，伊来特别安排公开来演奏啊这条歌。用心时代吼，咱啊希望讲来现场，爱来听一条阿母的目屎，哦，咱拢甲客服部专线甲了解，哦，伊这那对年代售票，哎，拢来吼，会当有迄个公开售票网。来，咱刷落最后一波的感想，先甲听一下，等一下就等来咱的现场，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志忠。在这个广告的时间，地中同款要来推荐实实在在会当安心的优良产品：正成 Q10、正成深海鱼油、新鲜地鸡精、和平牛樟脂，加一瓶一个乌龙泥，拢是地中真用心，针对即卖足侪乡亲时代比较较欠缺又搁重要营养素来研究，特别开发甲挑选的产品，亲像 Q10， 就是咱身体内底非常重要的元素。需要额外过来补充，
伫国外已经做事件，咱的正型 Q 腾原料对日本进口，而且毋是单 Q 腾尔，还佫独家添加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维生素 C， 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才有，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2800块。啊，佮有大家拢知影的深海鱼油，有丰富的 Omega 3、EPA 佮 DHA， 真侪人佫爱拜托朋友对国外炸转来。因为深海鱼油是用深海的鱼去制作，海水的水质足重要。咱的正常深海鱼油原料特别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挪威已经是要接近迄个北极的国家，迄边的污染较少，海水的水质清气，所来制作的深海鱼油品质当然是无话讲。一罐食两个月份是2200块。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地中一再来强调，咱的和平牛樟脂是用脂系体，就是规粒完整的牛樟脂去制作，甲一般市面上用细菌培养的菌系体无共款。而且咱甲行政与农委会技术合作，这是有国家级的品质甲保障。一罐共款食两个月3500块。以上三项的产品只要来出门，每一罐都送你一点的点数。一满6点，就加送你一罐，平均测下来会当省几啊百块以上。每个月只要开1000块，每一天10几块，就会当照顾咱的健康非常舒适。新鲜地加精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技术，会当常温来保存，也会当温炉烧，而且无掺糖、无掺盐，是原汁原味。用规只鸡鸭落去滴的新鲜地加精，一组30包，5400块。最后是咱一瓶一个乌蒙尼，用台湾在地生产上青的乌蒙尼制作，独家添加着红枣枸杞乌麻，是上好的天然的饮料。有乌麻的香味，搁啉袂到会当人咽而鼻平。有丰富的价值的乌蒙尼，一箱24罐，价温金只要1450，一盖买2箱，搁俗100，只要2800块。接卡联络服务电话：0776180075。拢有专人服务接听，拜托听众朋友做伙收听，感谢。多谢咱全国的乡亲哦，啊，工商服务的这个内容哦，较多3分钟啊，所来吼、哦、啊，这个和大家来做一个参考。那有欠用，还是讲吼、哦、要来支持本节目，你甲卡服务专线7618075，头前加07。啊，弟兄，即卖咧来读博士班，哦，这新闻后写，哦，最后几十秒钟讲一个笑话吼、哦，啊，恰恰大家咧甲我恭喜，讲啊恭喜读博士班吼、哦，我讲入二哦，较简单啦、啊，啊，这那博士时到论文都爱写出来，有摕到博士，较当用恭喜吼、哦，啊，即卖这个也毋知毕业无，啊，即卖讲恭喜阁上早。啊，这有的人讲我想袂开，啊，这着也爱空中，也爱广播，也爱服务处，啊，着搁基金会啦、地库啊，这吼着搁啊，我老爸吼、老母啊，拢病人啊，实在啊，即摆搁加一个博士班，讲实在安尼着袂输咧干落，安尼较有法度啊，代志吼实在啊，一件过一件，哦，但是我讲咱少年的时阵，有那较有本钱，哦，啊，这实在哪里学校内底我这算老啊呢？哦，我这都37啦，啊！伫迄个校园内底，我看多除了教授以外，我上老啦。啊，这都算老学生啊，即摆在读博士班吼、哦，实在也歹势歹势。但是我敢讲，着有哪趁即摆，啊有这机会，咱来挑战，哦啊来拼看卖啊。有哪希望讲看呢？啊，上无嘛爱适当以上，啊，就通摕这个学位。啊，迄当时本来要美国读，啊，尾仔就因为这特征做乱步哦，政治迫害啊，无法度去，所以即摆伫台湾，啊，咱这看会当完成我特地目标吼、哦，我这自我勉励，哈、啊，有哪讲互大家用心时段吼、哦，啊来笑一下，多谢用心时段，今仔节目到这，哦，咱这个后回再会，谢谢。